那这个国家，这个耶路撒冷城在那个时候成了一个空荡的废墟。那耶利米的反应是什么呢？神保守他没有在这个被掳的人民当中，但是耶利米没有在那边。好，当然，这个他没有在那边说，看，就是你们不听我的话，所以啊，造成了一个后果。他不是这样的心态，他乃是在那边为这个国家可怜的情形而哀哭。所以耶利米书是记载耶利米对神百姓的警告警戒的话。那他国家那人民不听，以致亡国被掳。那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对这个残破的情形的一个反应。这个相传是耶利米的哀歌是耶利米当他在一个耶路撒冷的小山上俯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仇敌所烧毁所这个破坏成为一个废墟的光景里面，他在那边所写出来一个忧伤爱的发表。感谢主，耶利米啊不仅忠心的说神的话，我摸索耶利米这个人，他更有神的心肠，他被神自己所充满，所以他在那边代表神，那边同情体恤神他的选民。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要跟这位圣言者所学的榜样。那好，我们一起来读纲要啊，第一大点，我们一起读。耶利米的出生，耶利米一章一节，我们一起读。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好，第一，我们请弟兄读。耶利米的出生是耶和华使之升高，也就是耶和华使之进入。他的一生就是见证他名字的含义。第二节内。好，这边祭司所代表的不仅是侍奉神的人，有姊妹，当我们提到祭司，你第一个该有的印象是什么呢？祭司啊，是一般进到神面前，到神的圣所里面亲近神的人。所以啊，我们要能够为代表神为神做，第一个资格跟条件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亲近神，我们需要接触，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享受他，然后我们就能够做祭司侍奉他。好，第三说到什么呢？耶利米的蒙召任命。那我们直接读这个第五节，一章五节。我为将你造在谷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谷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圣言者。一章六节，我们请弟兄读。我就说主耶和华，哎，我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你用的。内。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你用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弟兄。不要惧怕他们的面，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是耶和华伸手触我的口，耶和华对我说，我已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那我今日派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把书并拆毁，毁坏你心腹，建造并拆植。那个拔出并拆毁，毁坏并倾覆，就是耶和华使之倾覆的意思。是这样违背神、背叛神的以色列人，神就把他们倾覆、拆毁了。那建造并栽植，就是耶和华使之升高。这就是耶利米，他虽然在人眼中他是遭唾弃，他是被逼迫的，但是啊，在神眼中，他是尊高的。那
第一重点告诉我们说，神赐给指派耶利米不仅做以色列国的伸言者，也做列国的伸言者。第五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伸言者。以色列国，今天以色列国在哪里呢？我们说，在那个巴勒斯坦中东啊。我要说不，今天真正的以色列国，真以色列人是谁呢？是召会，是我们。这边讲到说，做以色列国先的，就是我们需要向着召会，向着神的儿女们说话。说什么话呢？说生命的话。我们需要将生命喂养出信心，我们需要说真理的话来造就成全弟兄姊妹。同时啊，我们不仅在教会中伸言说话，我们也需要做列国的伸言者。什么是列国的伸言者？就是向外邦人说话。感谢主，早上有好些弟兄姊妹做见证，他们因着向他们同学朋友这个说话，结果哈利路亚，在座就有好些果子，好些弟兄姊妹被主得着了。所以我们需要做列国的伸言者，去传福音，宣报这大喜的信息。但是啊，我们怎么像耶利米一样？第二点说到耶利米怎样呢？他起初因着胆怯，借口自己不知该怎么说，他说我是年幼的。弟兄姊妹会不会这样说啊？会这样说？曾经这样说过的，请举手。我也举手。我跟你们大部分人是一样的，但是感谢主，这个虽然我们是年幼的，但是我们要说，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保罗说：“提摩太啊，在你里面有神的恩赐。”我们能够为神说话，不是因着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老资格，乃是什么呢？我们里面有神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那个神的灵，那个刚强，那个能力，那个爱并亲民自守的灵。好，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叫我们能够为神说话。那这边耶和华怎么加强鼓励耶利米？他就伸手按住他的口，那是说触他的口，把当说的话放在他里面。我摸着马太十章这个19-20节，这边主对他所差遣12门徒的去传福音的一个嘱咐，他说：“你们不要忧虑怎样说或说什么，因为在那时刻自会有赐给你们当说的，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里面父，乃是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所以刚才说话还不在我们的懂很多知道很多，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能言善道或参加辩论社去而是我们有父的灵，有神的恩赐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加强我们来为神说话。弟兄姊妹啊，现在我们都能够怎样？你要说我们都能够说话，我们都能够怎样啊？说话。我们都能够怎样？说话。我们都能够怎样？说话。我们都能够为神说话，为神伸言。好，希望弟兄姊妹还没睡着，我知道不容易。好，弟兄姊妹来站起来，你们站起来。好，我们可以跟邻座的弟兄姊妹说，我可以为神说话，可以为神伸言。为主说话，阿门。
好，第三大点我就跳过哈，因为这很多弟兄姊妹仔细带来看，这是耶利米书写成的经过。简单的讲，耶利米书花了三次才写，因为他前面写了两次都被那个王给烧毁了，因为王不喜欢听到这些责备的话，这些公义的话，这个话耶利米书写了出去的就被烧被破坏。但是耶利米有没有放弃啊？没有，感谢主，凭着耶利米的忠信勇敢，所以今天我们手上有耶利米书。我们才知道神是活水的源头，我们才知道这个新约是什么。借主，我们有这卷宝贵的书，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它，享受它。好，我们进到第四页，就是最后一面，说到耶利米的遭遇。那耶利米忠心的为神说话，却遭到这个刚才说的上至君王，下至百姓的抵挡。所以第一重点告诉我们说，他在37章、38章里就记载，他被犹大国的首领们所囚禁。那耶利米啊，是非常受苦的伸冤者。他这边被囚，不仅是被关在监里，他甚至被关到那个地牢里。然后38章告诉我们，他被关到一个牢坑，那个牢坑就是是一个坑，深的坑，然后那个下面有淤泥，然后那个首领恨他的首领，就把他坠到那个淤泥，让他人陷在淤泥中。那就想这个淤泥啊，一定是肮脏、不干净。真是感谢主，这个耶利米在这个淤泥中，也差点被饿死，因为人不给他食物。还是感谢主，神的主宰和调度，他很快的就被救出了这样的牢坑。但是啊，他可能有8年之久，他一直都被关在这个护卫兵的院内，也就是关在监牢里面。那直到第二重点说什么呢？直到巴比伦王攻城，我们一起读哦。巴比伦王攻城，信家和王室贵胄及百姓都被掳，耶利米在被掳的人中，后为护卫长以弗撒旦所释放。好，直到被掳，耶利米为耶和华忠信的说申言23年。那被掳之后，耶利米还忠信的为神申言18年。所以总共耶利米为神说话说了41年之久。那刚才跟弟兄姊讲过，神保守他，所以他并从这被掳人就被分别出来。但是啊，他没有在那边就清醒，看来是到小山上看到这个情景哀哭，在那边继续的为神的选民祷告，带着眼泪祷告，并且把他所从神所得安慰的话记载下来。等一下我们读一两段耶利米哀歌的话。那耶利米最后的命遭遇，这是他结局是怎样呢？第三点告诉我们说，往米斯巴去，最后被抱的不带至埃及，这是40到43章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被掳的民中，这个有一些以色列人跟耶利米没有被掳，留在耶路撒冷。那他们因为害怕巴比伦王再来攻打一次，再来这个烧杀掳掠一次，他们害怕，所以他们就定义从以色列地逃到埃及去避难。那耶利米根据神的启示说，你们应当留在这里，你们不应当下埃及去。但是他们违背耶利米的话，照着自己的想法而带到去埃及，那他们也就把耶利米也一同带下去。那这个没有记载在耶利米书，这个是历史的相传。耶利米最终他在埃及的达比涅这个地方
当他在忠信的劝告、劝诫这班以色列的移民转向神、听从神的话，他们最后终于受不了，他们就拿石头把这个耶利米打死。所以耶利米最终啊，他是一个殉道的，已经死掉。我们要说是殉道，他是一个殉道的得胜者。他不仅是一个说话的得胜者，他因着他忠信的说话，他也就成了一个殉道的得胜者。分享耶利米一章八节，这边就在一章的一开头，耶和华就对耶利米，没有在这个里面哈，一章八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抵挡权力，抵挡君王、首领、祭司和百姓。”那我们就看见耶利米蒙神呼召，他是起来，事实上他是起来为神征战。这边讲到坚城、铜墙、铁柱，都指那个征战正在进行。那时候，神的军队在地上有几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的军队。神的军队耶利米，谢主，这是我们的榜样。好，最后把耶利米的特点念过去。好，第一，我们请弟兄来念。他天性有些胆怯，但他爱神，爱神的子民，使他能忠心、顺服、勇敢、忍耐、诚实的为主伸言。他是伸言者中最受难为和折磨的一个，并且常为耶路撒冷和神子民而哀痛哭泣。好，第三，弟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是他能力的源头。第四，他是一个不求成神、不求神来报神、以神的话为食物的人。阿门。好，那我想请跟弟兄姊妹分享一首诗歌，唱两次，那接下来弟兄就会接着交通。诗歌351首，诗歌351首。没有的哦，分享一下。翻到我们这来宣读第一节：我是否要背负十架跟从神的羔羊？我岂可以怕出代价，要得世界原谅？因你名宝贵的名，因你为我舍命，靠恩无论如何艰难，我要求你喜欢。